丹的春兰挂包，他们的尺寸真的是大颗，实在是过爽贵突出四个字，充分值得。龙兴汕头火锅一口下去，我只能说啦，来到屏东入园可以不吃，夜市可以不要逛，没有吃汕头火锅那是真的不行。 Google 评分 4.7 颗星的脆皮臭豆腐专门店，酥炸臭豆腐配泡菜，这个组合那真的就是无敌啦，绝对是我近期拍过最突出的一家。美食加减乘除由 TCL 变频空调冠名赞助，详细食谱店家资讯请上网搜寻。